种不帮打野的也不走，他也不上去抢切，他就是不帮你打野，不把当不把队友当人了。有没有直播间玩打野的？然后队友不帮你打野的，感觉很不爽的那种感觉。有这种人吗？队友不帮你打野，你很不爽的。你在玩什么呢？一会直接吃线了，不帮打野，让我感觉很不爽啊！因为打野换好刷也会快很多。我就问你，别人你这一开播就说不洗头，不洗头，他妈每天洗澡跟你一样没脑子是吗？除了头发有点长，每天一来就说不洗头，不洗头什么的，头发有点长而已，而且刚睡醒。看操作就行，只需要看操作，看我的意识和打法就够，先出师了。哦，这野仔他妈红开了，红开刷到三足野，直接刷下我，他蓝区我还进不去哦，我只能刷技能野，这个双核心，他红开，红开多下没有办法，我反不了你，上面野区基本是空。看一下上空有没有机会，中路有机会越场。我怎么感觉他妈下河先没了？兄弟他没有红了。什么情况？你好，哎，我感觉他没有红了，刚刷完了。怎么感觉要帮倒忙啊？呜、哦，帮倒忙兄弟！撤撤撤撤撤，出来刷吧，出来刷！那怎么反兄弟？那反不了野，你不要一直叫啊！他妈你能反吗？四个人也加，他又不跟我拼城。这种情况没有办法，但是你不要急，今天第一把钻石局吸，避风局我让吸，后期发力啊，前期先刷一会吧。后期发力，后期发力，那没有办法，反不了，你不要一直吹呀、啊。这种情况下不能急的，他上半野去刷了，我应该出来直接去他上半野去的，不该刷我野的，我操！他这个时间点，那个野仔在刷下半野区，我就应该直接去反他上半野区。这版本蓝枪是这样子的，只要刷野中期捡到一波节奏就行。谢谢文春野狗不敢打大号，这个野仔这野狗冲了血瓶。乌鸦改名是不是要花五十？他妈他特意花50块改个名，他妈送个血瓶恶心别人，重视人来到的吗？目前是，对吧？目前情况下有点密封啊，但是不要急，我能吸。好像虎牙改名要50啊，他他妈特意改个花50去改个名字，然后送移动名字送礼物，我有点。兄弟要打一起来呀、啊，不然我不想空啊，会死的。虚张声势吗？呜、哦，什么情况？准备动手，马上动手，毒素动手，来了，兄弟大姐就。毒素动手，毒素动手。呜、哦，昨天要打你。
给我吗，兄弟？五五给我，兄弟！五五给我吃，兄弟！韩信，韩信，切实韩信，切实韩信，兄弟能不能保护我？真的，我后期吸啊，我后期吸到你哭，我一个人不敢打，兄弟，保护一下。要出来了，过来不就有了吗？呜、哦，穿穿穿，怎么说？大节奏，大节奏。刚睡醒第一把，眼睛睁不开，手短手抖，这样子大节奏啊！那个时候你吸个鸡毛，我有没有吸？目前二杠零啊，你不要管我怎么在吸，我是不是目前二杠零？你只需要回答我是不是二杠零就完。多少血啊，这波？哦，他妈应该看一眼了，该看一眼了。我不懂他多少血，我操，我没切那视角，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他的血量啊。还行吗？目前二杠零啊，不要急不要急，没事，真的很强。不要因为弹幕上，不要因为弹幕上讲你心太炸。你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第一男枪，没有人比你强。野打要死，准备动手，准备啄掉你，准备啄掉你。你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第一男枪啊，别人认可你的男枪，你不要因为一些小黑子恶心你，搞得自己心太大。五五熏死，熏死！刚刚刚不要打，等打，让我刀。哦，他妈想配头，我操！毛都没有一根呐、啊，连根屌毛都没有，没有根屌毛，想配头去了。能越能越，不敢吃天。撤！我先走，不回头。为什么钻石局单排打野？你平时说带口双排，我现在他妈单排打，然后有人说、啊、什么菜逼菜逼的什么的。平时我双排随便弹幕上随便拉一个不是很强的，然后他要说带口双排，我现在单排也挨喷。我现在知道了，我他妈怎么打都挨喷的。我不管怎么打，我都会被喷，我也不懂为什么。双排他妈又说带狗什么的，我单排他妈也是被喷的，当做有机会。现在马上野狙了。只要男枪刷野快的话，等级上来，对面打野是很难受的。谢谢搂着新元彩妈喽，投这个野仔送了血瓶，连着几个负能量的血瓶，有没有走出一个正能量血瓶？直播间有没有刚开播第一把没打完，有没有兄弟走出一个正能量的血瓶？有吗？已经连着几把看到负能量的，连着几个负能量的血瓶啊，有没有走出一个正能量的血瓶，让我鼓起勇气的血瓶？谢谢张家文在云南的爷爷这个孙子送的血瓶。他妈真的感觉没有兄弟吗？那直播间全是负能量的名字，没有兄弟。一个负能量名字啊，练不出鞋子啊，这个伤害爆发很高，这么做的话爆发很高，两枪啄掉你。他妈偷野区把你手打断了，喜欢偷东西把你手打断了，在这里过来汤掉啊。
我的信号不会害你。呜死了。喂，喂鸟，装逼，切实装逼，切实装逼，来保护，保护我方南墙啊！毒素来保护我方南墙，真的，我现在打野水平变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打野水平变高了。直接在藤柱走啊，蜘蛛一起来、啊。不好反了、啊，下路两个换过来了，这边要扫人。怎么说？麻烦不断，先吃这个鱼。走了。他妈的，能不能不要这样子？我他妈想插着打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急，有点急，能不能不要这样子？好的，好的，不这样子。借走的契约，踩猫的文头，这野仔送血瓶，为什么全是负能量的血瓶？真的直播间难道一个兄弟都没有吗？连着几个全是负能量的血瓶，我不想删的。为什么叫闪删打野？我不想让打野活啊！我想恶心死那打野啊！谢谢搂着心猿踩妈洛文头这个野仔送的血瓶。难道直播间真的没有一个正常明智的兄弟走一个小小血瓶都走不出来吗？全是负能量啊！他妈全是负能量的礼物啊！什么情况啊？难道一个真兄弟都没有？一个真兄弟都没见有？瞎眼吧！目前打野压两局啊，对位打野对位他就压两局，赚三局。学会我的思路，意识，你必上八十。给大家开个收号，等一下，给大家开个收号。五五准备开收号，刚才刚刚过来找我 ，AD 狗头，时不时跟你一下，一个头，他妈这不是我的头啊！这上路再干几毛这样的跑过来，我还不如实现呢。刚被看到，感谢狗蛋儿送的血瓶。把那些龙打了，有一点什么车？你会直接吃二塔的，很有用。这个优势男枪打到前锋是很有用。你好，你好，电餐。他妈能不能不要这样子？他妈是蜗牛吗？他妈那反应迟钝啊！他妈是蜗牛啊！有没有？我想知道刚睡醒的是不是比较正常这种反应？来了来了，给切子男来杀那个生物，上了上了上了！呜、哦，错了错了。刚听你妈的，你不要骂我。想到好兄弟了吗？切实钻石仔。切实钻石仔，
大号王者，我大号王者，看你是钻石仔。我大号韩王者，世界第一人强，跟我比是吧？他妈这把我都没吃线呢。巅峰多久？180。没有吃一个兵线的男枪啊，这一把。我得去边路带。他妈的，什么情况？雾霾跑，皮跑。为什么真的感觉刚他妈刚睡醒就不开？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我操！我他妈刚睡醒第一把，我他妈刚睡醒第一把，有点眼睛睁不开。真多秀老师不好看清啊，不懂什么鬼啊？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他妈刚睡醒第一把，手短秋都眼睛睁不开，确实是这样子。刚睡醒，有点打翻的时候，他妈有点睁不开眼睛，我不好操作啊。每天刚睡醒第一把都是这样子，第二把就好了，重视什么原因啊？第二把他就恢复了。妈九级的那也很敢狗叫，压你四级啊！直接吃吧，直接吃。如果我走掉的话，能不能吃掉那个那个钱算不算我的？如果走掉，我随时进先锋跑路啊！哭了，快点救我兄弟！救我！不要弄死！确实九级啊！上啊兄弟，一个狗头他妈一个人敢这样子追啊！让你给我脸，给你逼脸呐、啊！给你逼脸呐、啊！给你逼脸呐、啊！他妈一个狗头这样子追，给你脸呐、啊！他妈一个狗都能这样追，今天第一把状态还行呢、啊，给大家开个抽号，电竞区大师以下打三把，一区除外，一区什么分段都可以打。都怎么样？给大家开个抽号。开个抽号，电竞区大师以下，因为昨天打那黑色玫瑰的300多分的排了很久。出了一区是可以大师以上，一区王者区都可以打，别的区一区是王者都可以参与，别的区全部大师以下，除了艾欧尼亚，出了艾欧尼亚是可以，身份证和分段其他区大师以下都可以打。其他电竞区大师以下，开个抽号，有想抽号的兄弟可以参与一下，不包输也不包赢，但是绝对认真打。昨天那个300多分的号3连胜，然后钻石也是3连胜啊。昨天那个300多分的，想到好主意了吗？开的中式王者的号，把10级20杀，三把都是杀十几个，还有一把杀20多，3连胜。嗯，不死不死，他妈他变身，刚好躲掉我那球，还行的。对面全部集火我是吗？我操！对面全部集火我是吗？这我是不是对面？我是不是打字太多了？为什么我看我队友都是满血？我看我的队友都是满血啊！对面是不是全部集火我？他妈怎么死的？是全部集火我吗？我怎么感觉我不懂怎么死的？他妈吃9个助攻是人呐、啊！确实吃9个助攻啊！这是你是人？加三级。可以来个破盾的，这也敢出盾吗？秒了，怎么说？
大家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想知道。有些也得知道我在直播，我想知道大家做什么工作的。我看见这个直播间普遍素质都不是特别的高啊，我想知道大家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们愿意讲的。试试我吧。谢谢，请你不要偷穿女人衣服，这野仔续费的超粉。我真的感觉在直播间看我直播的很，也不是100%，60%-70%，有那些喷子素质都很高，不懂他们做什么工作。他妈什么情况？怎么有点感觉他妈刚今天感冒？什么情况？等我，感觉不用去。这波没必要去了，因为去了也没有软度，吃完直接回家了。怎么突然变劣势了？准备动手！切实动手！反应有点迟钝，确实反应有点迟钝，我感觉。共振不是没睡醒的，反应有一点迟钝。来个不假的。谢谢世俊小哥哥送的血瓶，谢谢。这个上电视是抽号打三把，看清楚规则，大师以下了，一区任何分段都可以打。最后5分钟啊，有想抽号的兄弟，度数了，最后5分钟啊。世界第一男枪韩服王者，上你的号73把，不包输也不包赢，但是很强，我的实力是被大家认可的。感谢世俊小哥哥送的血瓶，夺掉。直接送了2个血瓶 ，AD 狗说感觉没有用。出这个破盾的那个露露没有用。感谢世俊小哥哥送的6个血瓶，感谢。你好。我他妈说你好。打个闪还行，对面爆发伤害都挺高。为什么现在平时我双排，我拉一个弹幕上的带大家上分，他来去双排带狗双排什么的，我现在单排也一样赢的，只是双排带排的快，然后带大家赢，带弹幕上的兄弟们赢。随便拿一个，有些时候拿的那种不是很强的那种。不是很强的，带大家赢了。他来句什么，跟带狗双排才能赢什么的，我单排一样赢。而且他们不是狗，是我的兄弟。主动攻加暴击，这把刺客比较多，主动攻会好很多。没闪了，应该是没闪。
不传。刚刚兄弟别怕，不要东怕西怕，我怕你路线有我。我这虚弱点。还有一个多少血啊，兄弟？真的感觉好像刚睡醒，他妈的有点反应迟钝了。我回去干鸡毛啊，反应有点迟钝了，差点中龙，扔大龙啊！我感觉还得再带一波，还得再带一波，不然等下下路冰天差的狗头要偷奖。抠逼抠逼，抠键盘上面的烂逼！大龙吧，大龙吧，别浪了。这个上电视抽号，最后一分二十秒，最后一分二十秒，有想看《韩服王者》世界第一男枪少女号吸的兄弟，抓紧时间，最后一分一分钟啊！大龙刷了。这嘟嘟变羊一直都是我的，呜被夹到，呜被夹到，一枪夺掉。怎么说？怎么说？王者的实力。觉得强的扣六谢谢。我他妈眼睛睁不开，像仔细，老子眼睛都睁不开。先被断了是吗？刚睡醒第一把，今天第一把眼睛睁不开，这样子戏啊！应该看不见我吧，我这样子绕过去应该看不见我吧。把第二次不吃了，不吃了，吃吧。不走走走，撤撤撤撤，他妈有病是吧？要这样子跟我自爆啊！那个怪你过分，你美帝中了抽二三把，后台发一下，打完这把先跟 BG 了。如果快的话，打完这把先跟 BG。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怎么说？第一把钻石局，一打五，你收了收都眼睛睁不开，直接拿下，还没一波是吧？感觉这个感觉不用换银许啊，得出破盾的，那露露的盾感觉基本没用啊。那个露露的盾基本没有用了，我来一个那个破盾的巨神之牙，他那盾就废了。这把先不做银许。玩四百多公里，夺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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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掉三枪了，刚好三枪。
感觉男枪被英雄到后期真的很强啊，前期刷就行，后期真的很强。没杀那兵会死。大招兵会死。还觉得强的扣掉，觉得菜比脑残打个一 CC。如果觉得强，请你扣个六；如果觉得菜比脑残，请你打个一 CC。今天第一把直接拿下。